春天有一個陽氣生發的特點，如果好好在這個時節養光，就有助生頭髮或者生一些黑的頭髮的了。我們呢就會介紹一款養光生髮的湯水給大家。我們呢裡面有製的桑寄生、製的何首烏，有保肝腎生髮的作用，而南棗和杞子呢就以養肝血為主的。雞蛋裏面還會含有硒和鎂，這些礦物質都會幫助頭髮的生長。首先要將雞蛋烚熟了之後去殼，然後將雞蛋和所有的材料連同清水放入煲裏面，水滾之後就用文火煎煮40至60分鐘，最後放埋冰糖落去，煮多5至10分鐘咁就得啦。